球被人冤枉的。这个月的生活费啊，算了，他说我都还吃饭呢，咱们就吃烤肉吧。好啊，你先走吧，我吃过了，咱去吧。他们的生活可不是你的。我看看你要宿舍都有宿舍服了，上面吧。哎，你们奶奶，我衣服挺多的，那你家有几件衣服你还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上面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天天报纸免单，狂享十亿红包，人家小小请客，你怎么还这样说人家？就算这样不是，那你买那么多快递拉人家？这是他送给我们的宿舍服，这是钱，你跟我走。你带我来看什么？你看，这宿舍服的钱是小校兼职赚的，他不想咱们宿舍不如别的宿舍。谢谢你的钱，老乔。是你误会小校了。